双眼就杀死你的人的名字。不要看了，你再看也成不了仙鹤，黑鸟终究是黑鸟。咕噜咕噜的干嘛？不是我，有谁会要你？唉，到昌化还有好长的一段啊，完了事还要走回去，唉，真可怜啊！看你多爽啊，还要我驮着呢。不过呢，话要说回来，一路上也只有你陪我聊天啊。哈哈，你就很咕噜咕噜的。应该快到了吧？哎，赶路赶路。理由，理由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你在什么时候会死呢？现在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傀儡墓吗？走吧。看起来我们的旅程越来越有趣了。两眼就杀死你的人的名字。
哎，小黑，快看！嘿嘿，不是吃的吧？那是告诉我们仓化到了。仓化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人呢？喵，气死我了，怎么总有几个不听话的呢？喵，把我的话都到耳边疯了，是不是？早跟你们说好了让你躲好的，现在又跑出来了，想干什么？我你什么呀你？快去给我躲好去，快点。嗯，请问，来了。切，又是这些麻烦的东西。小子，听好了，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，我可要干活了。两眼就是杀死你的人的名字。
切，不堪一击。抱歉，真厉害。哎，对了，你抱歉什么？这一届实在是有愧于“光明磊落”四个字。说的也是。哎，啊，真不够意思，这么好的身手，刚才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这个傀儡和别的不一样，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没有死。这位大哥，问你个事好吗？客气什么，有问题就问吧。助人为乐是我最大的优点了。你能不能把身上的装饰先卸下来？啊？哎呀呀呀呀！嘿嘿嘿。刚才被吓傻掉了。哦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是来这里找人的，找一个叫武伯的老人。耶，你找他做什么？啊，你认识？那太好了。嗯，你等一下。你去啊！太感谢你了。刚才的那些是傀儡人吗？对，就是这些傀儡人。哎，小镇上的人呢？哎，还不就是因为这些不干净的东西，陪他们玩了好几年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。哎。这个黑不隆咚的东西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的伙伴，他叫小黑。小黑，嗯，不好听，我要叫他煤球。哎、啊，煤球，煤球，他听得懂人话，会生气的。到了，进去吧，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。师傅要我找的会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